让你心动的一个瞬间是什么？两个人一块自习，然后他就睡着了，然后感觉世界一片美好。我看着侧脸被那个光映着，就会非常漂亮。我觉得我女朋友扎头发的时候最美，靠到这儿，然后就撒娇。她的微笑感觉特别单纯，特别朴素。她的眼睛就是笑眯眯的，笑起来就是很迷人的，很吸引我。其实就是随着心情比较开心的去自然而然流露的一些肢体语言。就是背着他爬一个山坡。印象最深的是在雨中跳舞，淋的稀里哗啦的，但是特别酣畅淋漓。享受雨水拍打在你脸上的感觉，我觉得很自由。很可贵的就是那时候的纯粹和那时候的纯真，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，很细小的一些事情，但是就是很甜蜜。And action！ 跳跳暖和。跟自己的爱人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，一个自己最轻松、最松弛、最有爱的一面。我希望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可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。哎，好，够了，够了。我想再多一个，再试一次，好吧，导演，再来一个。好。你能不能也多替你自己想一想？以后所有的一切，咱们都得一起扛。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能够追逐自己内心想要追逐的爱情。